叫过我数百次，我也未懂反应。刮了我数百下，我也未叫暂停。从疲倦的冷眼凝望世间无情，寻找不到气力叹一声。平复情绪，默然承受宿命。入世是否必先要埋葬感性？怀疑女性早已准备割席，连血液也渐冷，再毫无脉搏攀升。我再也不会伤心，同时没法再兴奋。所有的受困。